今天哦，假设这个东京的奥运是7月24，那问题是到距离今天为止总共几天？几天的话其实非常简单哦。我刚刚讲过，按右键除了格式有没有打回原形的话，它是44036，有没有？哎，一个四三，刚刚43902还多少哈？那你把两个数字一减不就好了？因为一天有没有？一天就是在数字，就是一个整数了，一的意思。所以啊，也就是如果你要这样算的话，假设算天数是最简单，等于什么？这个等于这一天，这一天应该未来的天应该比较大，加一天一直加上去，减掉哪一天呢？减掉今天日期，减完之后打个勾，134天，欸，其实也不多啊，134天，对不对哈？其实已经箭在弦上了，好像。到底又会不会发了？不知道。不过看起来好像这一波是没有减缓的趋势，而且现在好像欧洲很多国家，像伊朗啊、意大利，好像越来越严重。OK，好，然后之后怎么发展很难说。OK，好，那所以这个倒数计时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日期的计算哦，在计算天数是最简单的，可是呢，最麻烦的是计算那个月，因为月的话有28、29、30、31。然后有大月、小月，还有闰月跟不是闰月，那怎么办？你怎么知道说到底是？那它有规则，你可以看维基百科，闰月跟闰年都有教你公式。可是问题，你要把那个公式了解，然后把它写出对应的函数公式的话，哇，那太麻烦了。所以哦，跟各位讲，如果将来呢，你要解决年跟月的计算哈，其实呢，可以交给 Dative。那 Dative 这个函数相当重要，以后的话哦，反正不管，你就用 Dative 啊，其实就很好算了。但 Dative 里面哦，如何去计算年？它有一个 Y 的参数，M 是算月，D 的话算日。不过其实日，我觉得你刚刚用刚刚那个方法就可以了。那还有 YM 是说啊，如果你计算完年之后哦，哎，还剩下早几个月。好，然后呢，YD 的话是计算完年之后早几天，就还有剩下几天的意思。MD 的话呢，其实应该 YMD 啦，就是算完年、算完月之后，哎，还有剩下几天。所以其实啊，底下有一个题目，就是算那个这个人他的生日到今天为止哦，他总共活了几岁，又几个月，又几天，哎，要怎么算？那当然，如果你不用 Dative，说真的，基本上哈很难很难。但如果你用 Dative，很简单很简单。OK 哈，只是说 Dative 要怎么用？首先第一个啦哦，顾名思义嘛，Dative 我把这放大一下。第一个，这两个相差几年哦，所以你可以插入函数。当然，直觉会觉得说，哎，Dative，D 开头，哎，居然在里面有没有？没看到 Dative 哦，主要原因是因为哦，特别说 Dative 哦，它这个函数呢，最早是在一个这个试算表叫 Lotus 123里面出现的哦，有听过吗？哦，其实如果你有点头，表示你应该很资深的，因为 Lotus 123哦，至少是30年前的产品了，已经消失了，大概应该至少20几年都没有。所以你如果表示说就不过当然不是重点啦，重点是说它因为为了相容于 Lotus 123里面的 Dative，所以它把那个函数相容进来。但相容进来之后的话，有一个专利的问题。哦，所以它没办法放在清单。那当然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，就用自己打的。所以特别重要，Dative 很重要，但是要自己打。你要 Dif，OK，好，所以这个地方不能打错哦。Dative 要自己打，好，很重要，但是要自己打。前刮弧，那你必须给它三个参数，哦，所以这个 Dative 很重要。只是它没有办法像之前跳那个视窗让你用填空的，那变成你要自己打。三个问，第一个就是前面的日期，起始日期，逗点。第二个问题是说，那你后面一点日期，所以先前面的哦，再后面的哦，OK 哈，然后逗点，再就是说你要去计算什么是年呢，还是月呢，还是日，还是底下的哈，所以我们要计算年的话，就给它 Y 好了，OK 哦，然后打个勾，它就26年哦。不过其实啊，如果你今天不用 Dative 啊，这个年的部分你还可以用什么？年的话，你可以用那个 year 函数，
year， 哪个大的这个有没有减掉什么2006嘛？哦，减掉什么呢？我把这个复制一下贴了，啊，只是要改一下储存格，减掉前面的这个，这个的话是 A3 嘛，对哈，所以也就是2006减掉19836，有没有？哎，结果一样，不过你会发现哦，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哦？如果说我今天因为刚好它是满 8月15。 刚好10月12是满的，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把它改成8月好了，有没有？8月15到8月12还没满，对不对？没有满的话，我们认知应该是它应该还没满，所以还是25年又11个多月，不到20个月，26啊，因为还没办法进一年嘛，所以 enter 一下哦，你会发现哦，有什么改变？25，这个还是26。 为什么？因为 year 是直接就抓那个年来做计算，它不会管月跟日哦。所以以后啊，假设你的工作逻辑啊，不过这个可能要看工作。如果你根本不用管月跟日的话，那你用 year， 可是如果你会管说啊，它一定要多满了12个月之后，它才会进位的话，那你就用 dative 来做哦。所以这两个逻辑不同，所以用法也不太一样哦。 OK， 所以计算年这个是不管。 反正就是只记单单计算年，就是 year 减 year 就可以。OK， 那如果你要进位满的话，才就是哈、哦、算多一年的话，那你就是要用 dative 哈、哦，这个部分可能要特别注意哈、哦。那月的话呢，特别注意哦，年还可以这样用哦。啊，月的话怎么办？其实我把上面复制下来好了，修改一下，把它改成这个 M 好了，相差几个月 ，Enter 一下。 313个月，可是如果你用 months 哦，特别重要，没办法。所以哦，其实 dative 最好用的地方，应该就是算什么相差几个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几乎没有办法取代啊。好，有什么方式可以？你总不可能说，我一律当成30天吗？如果你一律当30天呢，一定会有误差的啦，有没有？你可以算算看啊，如果全部当30天的话，那你就把它减完之后除以30。 哎，那其实答案应该也不会是正确的，所以怎么样才是最精确的？其实哦，目前最好的答案应该是用 dative 了。哦，我想你看，如果有更好的答案，你可以告诉我啦。你如果找到更好的方案的话，目前应该想不到有更好的方案的。OK 哈、哦，好，那天的话呢，哈，当然就是什么一样嘛，把它复制下来，那把它改成 D 就可以了。哦，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把它这个地方改成 D。 哦，不过你会想说，哎，这个两个日期相差9554天，那是不是说呢，等于什么？我们刚刚不是有做过吗？这个日期后面一点的减掉什么？前面一点的，哎，也是一样。所以你会发现哦，哪个简单？感觉好像这个比较简单嘛，有没有？所以如果天两个计算，那你干脆就是把后面的天数减掉前面的天数，去 OK 的嘛，对不对哈？ 甚至比那个 dative 还好用，所以在这里哈、哦，它并没有优势啊，哦，所以最好用应该是目前来看应该是 months， 应该是最重要，其次是这个 year 哦，不过这个是因为满了才多算一年哦 ，OK， 那剩下来的话呢，哈，就是这三个啦，这三个其实就是说，如果算完年之后有没有，它剩下几个月，比如说我把它改回来，这边改10。 哦，它26嘛，26假设它已经26对不对哈？那26之后还剩下几个月呢？有没有发现8月15到10月12还有一个月啦，还不到2个月。所以假设啊，如果你要把那个剩下的几个月哈，把它得到那个结果的话，你可以 YM 有没有又一个月？那一个月算完之后还早几天啊？这个是几天的话就是 YD 啦，就是，如果26。 26年，然后剩下几天， 58天，也就是说8月15到10月12的话，中间就是一个月，哈，或者是说58天。那 MD 的话呢，就是如果你算完年的 26年又一个月，剩下一个月之后还剩几天的话，那你可以什么用 MD，OK，MD 的话就是其实哦，算完年算完月之后剩下几天的意思。 还有27天，也就是说哈，8月15到10月12差一个月，然后剩下来的话又27天
所以也就是说了啊，如果完整看起来，这两个日期相差，总共几年呢？26年，几个月，又一个月，又27天，就得到结果了。所以哦，如果利用这个概念，有没有？你把它用在底下的话，其实就会有答案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将来希望在这底下显示什么？哎，这个人哦，出生到今天为止，他总共几岁了？几个月又几天了？ OK， 那我希望一个字串哦，全部串在一起的话，那该怎么利用上面的叙述完成哦？一、二、三，有没有就可以完？哎，一、二、三，你把它套用在下面来。OK， 啊，另外当然后面还有 VBA 的哦，所以请各位稍微了解一下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、哦。主要是利用那个 DATIF 来做那个日期的计算，那其中最有帮助的哈、哦。 应该是那个计算月相差几个月哦的部分。那另外，如果你要计算那个精确的日期的话，几年几个月又几天的话，哎，可以再加上 YM 跟 MD 哦，就可以把这个人出生到今天为止哈、哦，总共他活了几岁，几个月又几天哈、哦，试一下哈、哦。